Pointer 在昨天第一节就投进四个三分球，完全启动了球队的进攻啊！最后六秒钟要自己处理了吗？底牌过人，但禁区空中拉杆得分，不然很容易会被制造打点的机会。吴冠良今天第二次的外围尝试，命中了一个底线三分球，老油条了，这对他来讲家常便饭。Pointer 这一次。怎么扭进的、啊？他的身体都变形了。这个腰力，你敢信啊？Post pass， 这是一个计算加法，获得新一波的14秒进攻。Pointer， 外围出手，三分球进。哦 ，Pointer 的外线只要能投进的话，对方会比较难去防守哦。今天屡次想要攻击禁区都没有好的效果，同时反快攻是杰克尼在空中对抗以后 ，Many Go， Pointer 联盟的火锅王，亲戚麻辣锅再来一锅啊！球还是交到德威手上，给了一个多打扫的机会，但是底线没有空间的情况下，杰克尼还是从外线发炮。你的四五号位没有办法投的话，又是一个麻辣火锅。刚这一球应该是波因特三的吗？但是裁判第二拍响哨，应该是三完之后小敏又拿到球，然后给钱肯尼的犯规了。来看一下，钱肯尼第一时间被撞出去，波因特的七四七迅速升空，他比较像直升机啊，这个弹速。现在对梦想家都有点不太妙哦，因为对方放的阵容其实不是主力啊，但是把这个分差给拉开了。波因特两罚俱中，看可不可以靠他的单打能力去突破。这是一个 mismatch， 单脚的后仰跳投 ，Pointer 稳稳的拿下分数。Pointer 身体接触要站上罚球线。哇，看他穿绿色有点不太习惯了。Point 的板块攻速度已经开起来了，自己收球挑战篮筐，强制了。Coast to coast， Pointer 铁人就是要自己上了。